主料：切面条200克，鸡蛋2个，番茄100克，海藻芽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胡椒粉、麻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炒锅放油，将鸡蛋大火快炒成出备用，用鱼油将番茄炒出香味。加三碗水煮开后，放入海藻芽，再放入鸡蛋，加胡椒粉、麻油调味，并起一锅煮面，把面条煮熟捞入碗中，加上煮好的番茄、鸡蛋、海藻汤，再撒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炒番茄要想出汤，可文火慢炒一会儿，番茄就出汤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